是哪个杂种画的地图啊？你可毙了他！我就不信，上百里的韩长线就找不到个打伏击的地方。难就难在，在这个地方，必须要埋伏下我军几千人马，又要和日军可能增援的据点有一定的距离。你说神都岭这个地方，躲没处躲，藏没处藏，连棵树都没有。亏得旅长细心呐，到实地考察了。旅长肯定正在发愁，这仗在什么地方打？你们来的正好啊，我已经想好了在什么地方打伏击了。在哪儿？在哪儿啊？啊，还是在神头岭打。神头岭？神头岭？不要一说打伏击就想到深沟陡崖，天底下哪有那么多的深沟陡崖，没有它仗还是要打。地形是死的，可我们人是活的，要想吃肉还找不到杀猪的地方。一般的讲，神头岭确实不是打伏击最好的地方，但正因为如此，它也是我们出其不意打击敌人的好地方。正因为地形不险要，敌人必然麻痹，而且那些工事离公路最远不过百米，最近不过20米，敌人早已经司空见惯了。如果我们把部队隐蔽在那儿，埋伏好，切实做好准备，敌人是很难发现我们的。旅长，你说的没错，可是几个团的兵力，双方加起来好几千人，在这么个1公里长、200米宽的山梁上，两边又是深沟，我们的部队怎么展开？问得好，山梁狭窄，我们的兵力不容易展开，但别忘了，敌人的兵力就更不容易展开了。大家看，两个对手在独木桥上打架，对谁最有利？当然是最先下手的那一个。说得好，只要我们先下手，而且打得又快又狠又准，那掉到沟里的肯定是敌人。预备队摆在哪儿？对啊，叶正焕，到。如果我把你们团的第二营放在申家山当预备队，你能不能保证在40分钟之内冲上公路？我的二营是有名的飞毛腿，30分钟之内保证冲到。你可想好了，绝对没有问题吗？我保证没问题。好，设想得很好，很大胆，可是这样是不是有些冒险呢？那得看你怎么说，往往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打仗本来就是有几分冒险的事情嘛，有的险不能冒，有的险却非冒不可。你这是什么呀？旅长，红缨枪换38枪。嗯，好啊，买卖还没开张，收据就先打好了。好。哎，瞎子，当心，地上有个坑啊。啊，哪儿呢？啊，好你个老陈呐，你这个瘸子，快走，来吧，让我这个瘸子来拉着你这个瞎子吧。走。队长。这个地方怎么好打埋伏啊？离路这么近，别让鬼子踩了头啊！我看这个地方打埋伏就很好嘛，啊，鬼子就是到了你们头顶上，我看也发现不了你们了。要是发现了，你们就开个批斗会，批斗我，好不好啊？可是你们要是不好好伪装，被鬼子发现了，打不了胜仗怎么办？
您处分我们吧。这不是处分不处分的事情，仗打不好还当什么八路军呢？干脆都回家当老百姓算了。你呀、啊，你记住了，要交代到每一个战士，到了伏击时间不能动弹，不能咳嗽，不能打瞌睡。好，旅长放心，我明白。大家都要注意自己脚底下的脚印，要用血把脚印全部盖好，听到了吗？听见了。哎，老陈呐，你不应该光叫这个陈瘸子，你应该再有一个新的外号。什么外号啊？陈奶奶。为什么呀？你不像个旅长，你像个细心的老太太。去你的。老陈呐、啊，哎，老陈呐、啊，会不会被敌人发现呢？今天这饼不错，来，小子，尝尝。哎呦，我说老陈呐、啊，怎么越是大战来临，你越能沉得住气呀、啊？谁让我们都是当指挥员的呢？来，下去了，下去了。是。旅长，你还会摆弄这玩意儿呢？什么叫摆弄这玩意儿？在上海的时候，我连电影都拍过，何止这东西？哎，这可是武器啊！我们要用敌人送来的这个东西拍成照片，给报纸杂志发表。
让全中国、全世界的人民都知道，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下场。好，来，站那儿，我给你来一张。哎，不不不，旅长，我这张瘦猴子脸照出去啊，丢咱们三八六旅的脸。你倒是有自知之明，来拍一张吧。哎，别，我不拍。你要不拍啊？那我拍，来。哎，旅长，我哪会拍呀？警员，过来，你给旅长拍。啊，我。哎，我光会打枪，我不会照相啊，我。哎呀，这有什么难的？啊，你把我人框进去，右上角有一个按钮，一按就行了。啊。哦，看见了，我看见了。哎，我扣了啊。扣什么扣啊？你朝我放枪啊你啊。神头领伏击战以近距离奇袭的战法，共歼灭敌军1500余人，生俘8人，击毙和缴获骡马600余匹，缴获长短枪550支，以及大批军用物资。这次战斗在粉碎日军九路围攻中提高了军民的信心，在配合台儿庄战役上也起到了坚冰的作用。旅长，你看什么呀？这是我们在战场上缴获的最好的战利品。嗯，1/5的地图。是啊。太好了，这回啊，我可以给刘师长送去一份厚礼了。这送给刘师长可比那些送枪送炮的好多了。嗯。哎呀，真好啊，气派！刘伯承师长看了一定会高兴的。当初386旅刚刚成立要开赴前线的时候，彭老总看着我领完了任务老是不离开司令部，他就问我：“陈刚啊，你领完了任务怎么还不走啊？”我当时就说：“彭老总啊，我没有地图怎么打仗啊？”你猜彭老总怎么说？他说：“你问我要地图，那我问谁要啊？没有地图啊，这仗还是要打。”后来啊，还是刘师长提醒我，把他的那份地图给了我。那刘师长用什么呀？他用了一份小学的地理课本。我当时就跟刘师长说：“刘师长，日后我肯定还你一副大的。”这下好了。哎，老陈呐，老陈快出来看看嘞！哎，走，走，看看去。哎呀，老陈呐，快来看看这新家伙，快来呀！哎呦，哎呀，好家伙，这炮好，这炮好，我这指挥部都快变成弹药仓库了。哎，这小钢炮好啊，这是马拉的那种。哎，往下走，小心呢。啊，别让这把歪把子把你给绊倒了。歪把子啊？这，旅长骗你呢，这92重机枪啊，你抱着吧。哎呀，好你个陈庚啊，你这个断了两条腿的瘸子，下次我让你断一只胳膊。你看，哎，你们看，我是一手拉着瘸子，一手啊拉着瞎子。你以为你是个什么好货色？你是个瘦子。哎，我看咱386旅啊是三子当家，旅长是个瘸子，然后政委是个瞎子，参谋长是个瘦子。等，王景山，你以为你是个什么货色？打起仗来啊，他是个疯子。啊，哎，对，我是吗？对，陈旅长，陈旅长，让一下，报告陈旅长，刘师长，请您马上去师部。出什么事？不清楚，可能有紧急情况。来，知道了。出什么事了？报告陈旅长，师部来了个贵客。贵客？嗯。刘师长，邓政委。陈庚啊。哎，刘师长，邓政委。仗打得不错，应该给你记功了。刘师长，邓政委，
这么晚让我过来，是不是让我来领受什么新的任务啊？陈庚啊，你可真是个急性子。我给你见一位老同志，你看他是谁？老同志。怎么，长大的连自己老婆都不认识了？到天涯，河上飘着柔美的轻纱，喀秋莎站在俊俏的岸上，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。喀秋莎站在俊俏的岸上，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。一看到文工团员啊，我就想起我的老婆了。你呀，就吹吧啊！不信，你问问鄂豫皖见过我老婆的那些同志，哪可惜，牺牲的太早。再挑一个，文工团里漂亮顶的是。我这辈子都献给革命了，不想这事儿了。安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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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静！哎，大家都给我安静了啊！我可不想听你们这些老调调了啊！咱们今天开会的中心内容是周希汉，因为周希汉同志老是找不到老婆，原因出在哪儿呢？今天大家一块来讨论讨论。我说两句，周希汉大仗勇，可是谈对象他不够勇敢。我看呢，主要是主观能动性上不够积极。嗯，我可不像你们这些老光棍啊，我有老婆。你有老婆？你老婆在哪儿？在老家呀、啊，刚刚结婚啊，还没入洞房。我就逃了出来，参加了部队。你那是逃婚，根本就不算数。这些年也不知道他们的情况怎么样了。我一直在想啊，要是我爹娘认下了，我不认，是不是对不起人家呀？我看呢，你还是思想上有包袱，你现在必须放下包袱。16、17岁逃婚出来，熬到快30了还不敢面对婚姻问题，
这可不是你周希汉的作风。给我们大伙说说，在以后的革命当中，有没有碰到什么合适的？这样我们大家伙也好把你撮合撮合。哎，旅长，大过年的，你就别拿我打哈哈了。嫂子，牺牲快一年多了吧？我看啊，倒是你应该考虑一下个人问题了。我说你这个瘦子，我们在讨论你的问题呢。我的问题啊，你不用考虑。哟，全在这儿呢。首长们，怎么不看我们演出啊？来来来来来来，你这个文工团长来的正好，正好练习练习我们的会。过年开会，这会一定很重要。不耽误你们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别别别别别，我们今天是解决周希汉同志的个人问题。来来，坐坐坐。同志啊，可别听他们开玩笑，他们都是光棍汉，老拿我说事儿。我还以为是我们的节目演得不行呢。刘师长发现你们都溜了，让我回来叫你们回去。哎，不看了，这戏演得越好，这心里越闷。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缺，就缺个老婆。你这文工团长帮我们张罗张罗。是。哎，现在婚姻自由，这个忙我可帮不上。刘师长让我来还有件事想请首长们帮忙。帮什么忙？给我们文工团的同志讲讲故事。这叫什么忙？给年轻同志上上课，听听你们的故事，激发激发灵感，多创作些新鲜的优秀文艺作品。哦，这个忙我们可帮不上，不过我们陈律长行啊，他的故事啊讲得最好了，我们保证精彩生动。哎，刘师长也这么说。什么不行？这是我给你的任务，必须得完成。刘师长，你让我打仗行，你让我干什么都行，可给文工团的姑娘们讲故事我可不行。人家要收集创作素材，这也是革命工作。嗯，不能有畏难情绪啊。是。大家好啊！起立，陈旅长好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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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哎，别这么站着了，大家都坐下，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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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怎么就你们呢？对呀、啊，就我们干嘛呀？不是说还有记者、编剧、跟导演什么的吗？没有啊。团长说啊，让我们大伙儿来听你讲故事的，还说这是重要任务。上当了。陈旅长，听说你特别会讲故事，是吗？嗨，哪有的事儿啊，你听谁说的？大家都这么说，说您见谁就给谁讲故事，而且一讲就是大半夜呢。哎呀，那是瞎说的。你就讲一个吧。讲一个吧。讲一个吧。那好吧，你们想听什么呢？旅长，您是哪一年入党的？第一年有了党，第二年就有了我。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啊，旅长？应该说是2021年有了中国共产党，1922年我就入党了。哦，2021年党刚成立不久，我当时在湖南的党小组工作，我当时就提出入党。可是当时党的负责人说，陈庚同志是地主家庭出身，是个大少爷，说一定要比别的同志多考验一个时期才行。于是乎，第二年我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哦，旅长。那您再给我们讲讲，您这个大少爷为什么参加了革命啊？就是啊，讲讲讲讲革命啊！13岁那年，我就偷偷离开了家乡，到了军阀的部队去当兵。下部队出了3个月的操，就上了战场。当时目睹了战争的惨状，战场上横尸遍地，百姓家时时九空。就在这个时候，5.4学生运动兴起。当时我特别想进学校去学习，于是我就离开了军阀的队伍。1921年，中国共产党成立，马列主义思想
和当时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在中国迅速的传播。我当时正好在长沙，就进入了毛泽东同志创办的自修大学学习，由此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我回答了你们的问题，你们也该回答回答我的问题了。说，你为什么要参加革命啊？我，报告首长，逃婚。笑什么？你呢？我也是。那你呢？你不会也是因为逃婚吧？你是不是追求进步才参加革命的？我说的对不对？看来我是说对了。哎，我说文工团的同志们，我今天的任务是来给你们讲故事的。不就是讲故事吗？怎么搞得跟政审似的？听说您救过蒋介石？对，是有这么回事。那您就讲讲怎么救蒋介石的吧。是呀，是呀，讲讲吧。这事说来可就话长了。登军的时候，他身陷重围，他吓得两腿发软，当时假意要杀身成仁。可后来我背他跑的时候，他的腿啊一直在发抖。再后来过了河，他跑得比兔子还快呢。我想讲讲，我有一个儿子叫九斤半，大概也就这么高吧。他是一个非常勇敢的红军战士，这把木刀就是他手中唯一的武器。当然我今天不想讲这把木刀，而是想讲我们伟大的红军在长征最艰苦的时候关于粮食的故事。大家可能不知道，在割草地时，多一颗粮食就意味着多一份生存下来的希望。九斤半是一个苦孩子，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。他一门心思跟着红军走，轰都轰不开。他的干粮袋里总是满满的，他把他的粮食分给伤病员吃，分给担架员吃。有好多次我看到他偷偷摸摸地背着大伙子吃东西，还批评过他。直到后来我发现他快饿死在路边上的时候，我才知道他的干粮袋里装的根本不是几颗面，而是一块牛骨头，一块印满了牙印的牛骨头。每当他饿极了忍不住的时候，他就把牛骨头拿出来偷偷地咬两口。我曾经跟他开过玩笑，让他管我叫爸爸，他总是不好意思。在他快咽气的时候，他认真地叫了我一声爸爸，让我终身难忘。他想有把刀，我给他削了一把木头的，最后这把刀又回到了我的手上。每当我看到这把刀，我就会想到在我们这个队伍里还有很多像九斤半这么大的孩子，为了革命牺牲自己的生命。我的一切愁绪就会变得烟消云散，我会变得更加坚定，对革命前途更加充满信心。陈旅长，我能摸摸这把刀吗？可以。我想把这把刀赠送给你们文工团，如果日后你们有谁有能力想提起笔来写写红军的故事，我希望你们能写写我的儿子，写写九斤半。好了，谢谢大家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。陈旅长，再给我们大家讲讲您爱人的故事吧，听说他也是老革命。
牺牲在抗日前线了。换个问题吧，陈旅长，听说您曾经被捕过，讲讲您是怎么从蒋介石监狱被营救出来的故事吧。我和我的爱人王根英同志是在上海认识结婚的。要说到从蒋介石监狱里逃出来的事情，也必须得提到他。为了营救我，他想了各种办法，最后被国民党抓进了监狱。我从蒋介石那里逃出以后，去江西找红军，接着便参加了长征，一别就是多年。我的妻子王根英同志在监狱中与敌人一直做着顽强的斗争，直到抗战开始，他才在周恩来同志的帮助下出了狱。我们各自经历了千辛万苦，最后终于在抗日前线见了一面。陈旅长，那后来呢？后来因为工作需要，我们不得不再次分别。他被分配到129师供给部当指导员，没想到这次的分别却成了我们的永别。去年3月8号的那一天，鬼子包围了他所在的师供给部。本来他已经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，后来发现装有文件和公款的挎包没带出来，他只身回去取，在半路上与鬼子遭遇。那一天是我不可忘记的一天，也是我最惨痛的一天。我到现在还记得他那双眼睛，总是那么明亮而清澈，从那双眼睛里透出来的目光充满了坚定和毅力。我永远忘不了他那双眼睛。对不起啊，大过年的，我的话题太沉重了啊。在新的一年里，我祝大家新年快乐。报告刘师长，您交给的任务我已经完成了。有没有中医的？什么中医的？装什么糊涂啊，文工团那么多姑娘，你就没一个看上的？刘师长，你不是让我给文工团讲故事的吗？你这个陈庚啊，你以为我光让你去讲故事啊？哎，那么多漂亮姑娘，你讲故事的过程当中就没有一个好印象呢？要说印象倒是有一个啊。叫什么名字？有叫什么名字我还真不知道。坐在什么位置？坐在第一排靠中间的位置。有什么特点？梳两个大辫子，系个红围巾。你这个陈庚啊，真是拿你没办法。接文工团，啊，找你们团长。啊，我是刘伯承啊。昨天晚上陈庚同志不是到你们那儿去讲故事吗？当时坐在陈庚对面，中间对面第一排啊，对面中间第一排，梳两个大辫子，梳两个大辫子，扎了一个红围巾，扎着个红围巾。女同志叫什么名字？有三个符合条件的，啊，戴红围巾的，啊，叫富雅。好，你记好了，叫富雅。
这个线我算是帮你牵上了，往后的事儿就靠你自己了。哎，刘师长，你让我带兵打仗行，这个事儿我谈恋爱和打仗一样，兵贵神速，你给我个时间，什么时候能打赢这一仗？怎么着也得两三年吧。好，三年就三年，三年之后我刘伯承做你的主婚人。哎呀，刘师长，我还不知道人家是怎么想的呢。这个事儿你就别管了，我会给你说好话的。说好话？说什么好话？说陈庚是个好同志啊。嗯，这话说的挺好啊，陈庚是个好同志，就这么定了。哎，这句话有没有人反对啊？哎，有没有啊？没有。那好，那说明这句话是成立的，带真理性的。我们师部的每一个同志都要记住这句话。以后啊，有机会去文工团，那里边有个女同志叫傅雅，见了面都要把这句话对她说上一遍。哎，凡是说过的，三年后陈庚同志是要请客的呀。花姑娘，跟我回去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好东西密集密集的。你们吃好饭嘞。你还陪着走。不，你不干。不，杀了我吧。帮我把这个背上。这那个给我，好的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好的，好的。刘师长，哪位是傅雅同志？哎，哎，我是刘师长。刘师长，刘师长好。刘师长好。嗯，好，不错。刘师长，您找我是？陈庚，陈庚是个好同志啊。嗯。哎，傅雅，刘师长说什么呀？对，就是他。嗯，我也不知道他说的什么。他说呀，陈庚是个好同志。陈庚是个好同志。傅雅，该上场了。哦，大家准备一下啊！哎，你准备好没有？我怎么洗干净啊？哎，再重点。姑娘们，快点洗啊！加点，哎，先给他加点水吧。给我，给我。来，给我加点。哪位是傅雅同志？傅雅同志，谢谢啊。我是傅雅同志，传达首长指示，陈庚是个好同志。啊！陈庚是个好同志，陈庚是个好同志，陈庚是个好同志，陈庚是个好同志。曲弯弯绣长，我的小路伸向远方，请你带领我把我的小路啊，跟着爱人到遥远的边疆，请你带领我把我的小路啊，跟着爱人到遥远的边疆。同志们，下面我喊一二，大家一起喊：陈庚是个好同志。一二，陈庚是个好同志，陈庚是个好同志。傅雅，大家都在喊口号，你怎么不喊呢？你总得表个态呀！哎，快点！陈庚是个好同志，是个好同志，陈庚是个好同志。哎，快点！陈庚是个好同志。
然飞扬，你将儿女情长折叠好藏进戎装。你总说越是风浪越生出从容坚强，你拍拍我的肩膀告诉我挺起胸膛，我多想变得和你一样。我想你又在路上，你走得如此匆忙，我沿着你的目光追赶你的方向，我看到鲜花开满山岗。愿意娶富牙同志为妻吗？报告首长，我愿意。大声点，愿意。哎，大家快来啊！今天陈庚同志和富牙同志结婚，大家快来吃喜糖吧。门外有人。没人呢。